而第一关呢，哦，因为它这个第二只，第一回合可以洗一回合。嗯，欸，不行不行，直接一起两只一起打好像会死哦。好，那你直接开盒子，直接开盒子，直接打死。好，直接打死。新规怎么过千万亿？新规可以吧？哎，漂亮，漂亮，应该是差零一可以三只一起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可以洗，其实可以洗，这样可以洗，你可以洗，真没死。哎呀，死了，哎呀，啊，人兵头。然后回复力，下一关是人回复力减弱90%，回复力减弱90%。有人问说西蒙要几张？西蒙要两张，要两张就好。对。像会剪精华吗？会啊，会剪精华，一定要剪。这边其实他把你回复力减低，根本没有影响。但这个是中尺寸，对不对？但是自残，自残20%。好，那就那好像一十就一十就好了。你就一十，哎呦不行！再开盒子，再开盒子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关卡跟我们就一开始进来打那个好像？对，就是升级版。升级版，嗯。猫咪看到陌生人不害怕吗？还好哎，我它好像没有很怕它。我不管，对，我就是要抱它。布比对它还蛮友善的，我觉得布比很乖啊。可是布比是不会凶陌生人，不会凶，因为有些猫它就是胆小，它就是躲起来这样子。是猫品种的问题，品种应该有差。如果是那种、啊、如果是流浪在外的，是都真的都很凶。流浪在外的会比较凶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下一关是手下六 C， 手哇，这个地方的话好像是没有那个盒子会比较好。对，没有。但是你要挑战一下，有盒子找六 C 其实是可以的。真的吗？这边一 C， 然后这边两 C 嘛。嗯。一二三四，其实是可以这样。一二三四五，我想一下，这样五行嘛，对不对？你这边两个横的，两个横，这边两个横的，两个横的，三四个纸的都可以。好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你试试看能不能转个六十。这边转纸，转纸，这边转纸。好像可以，可以，那个按住，按住，好像按住就这样交换就可以了。我看一下，越攻越强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尝试一次。我能不能开打几排出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这边你超浪费。你这边开那个一二三四五六，你这边可以开翡翠，可以开翡翠。所以它其实极限就是这样的盘面极限，这个盘面极限极限六 C， 就是六 C。六 C， 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呢？水珠，对，然后新珠，少一十一，成功了！乌鸦的全品，哦，有，厉害厉害，耶！这个是我君君工作室的，哦，这个是因为他有赞助我们那个哦麦克显示卡、哦键盘、滑鼠什么这些哦，对，那这个是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点蓝盾，要打18亿，对，所以这边就是音速打开音速。对，然后再开盒子嘛，我想一下，一定要一波带走吧？哎、啊，其实不用，没有一波带走打完死。那你开潘朵拉打，主要点火。盒子也要开，盒子要开，然后开潘朵拉点火，潘朵拉点火、这样子应该就够了。我依照我的经验，应该这样子就够了。温来气花埋，应该这样伤害就够了。这样可以，可以啊，这样五 C， 这样应该可以。哎，这个天降，这个天降一整坨，我喜欢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刚好，算的很好，不错，嗯。哎，你是真的会算这些数字？我会，你是玩久大概可以算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感觉是大概感觉啦。这个地方就直接打，感觉会算这个真的好苦难。就是、感觉只有那种巴哈的神人会算。对啊，玩久了就习惯了。碰到，自己扣自己薪水。你明天要面试工作，可以跟你说声加油吗？加油！要面试什么？要，祝你面试成功，好不好？加油！
可以把帽子拿掉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是因为这种，因为我之前也留过长头发，对啊，就是、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没有，因为还想把它留长一点，你要绑起来的。对对，我想要绑，然后因为还在留，所以就是绑起来。我之前也绑过，但是时间，但我觉得长发真的是太不方便了。要，就是你没有整理的时候啊，对对，在家里，对 对, 对，哦，很还要在头很痒，还要再一段时间，我才有办法。要那个过渡期超久的。所以这个是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。你可以开潘朵拉啦，就是、不要。哦，你要，我直接硬刚，直接撞到风化，直接撞到就死去，直接撞到是会死。点可以点左边的，点左边那一只，选择先打他，点先打他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没事，这样吗？再开，哎、欸，其实不用开，要、欸、要开不开其实都可以的。好好，因为他就算被重置，他再开就好了。哦、oh, ，没有影响，好好好，没有影响。嗯，眉毛去哪儿？哦，因为哦，我讲一下，因为我平常，因为平常拍片的时候是会画眉毛，但因为今天就素颜啦，今天素颜啦、啊，不能素颜是不是？啊，就眉毛就比较少。怎样？这个是新拼独盾，新拼独盾，新就好是吗？啊，火镜箱，其实你可以开潘朵拉。先开潘朵拉，先把风花掉弄掉啊，对吧、啊？阿火进销嘛，火进销，所以把新珠拼进去啊，新拼，把新珠拼进去，然后你看要不要开那个盒子啊？其实都可以。啊，维护啊，火进销 ，OK 的。哎、欸，漂亮、欸！哇，哇，真的是厉害、欸，真的会玩。哎、欸，哦，进销是指这个进销是不是？对对，火进销、啊、没有办法销，不是进手销，是进哦。哎、欸，你有打算想要去雾眉吗？雾眉吗？其实，我因为我想，因为你看我，你很大吗？我眉毛不是短，但是短哦，你是短哦，所以有想说要去雾。你眉尾这边感觉可以补一下。你要吗？好啊，很想的。我们下一次生活 vlog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雾眉，是会先去看看有没有业务，超智障的。啊，然后就是青菜跑，这个青菜跑。这只青菜吧，我刺青有啊，你刺青起蛮多地方，背后也有吗？背后也有，背后也有。不是以前有，就是之前没有没有。我这个都不是那种什么画卡什么那种的，对，我这个都是美式的这些哦，所以是为了好看，对，也不是好看，就是你不是为了义气，当然要好看，对 对, 對，不是义气，不是义气，不是为了兄弟。啊、欸，看我信呢，看呢，没事，哎、欸，我们，我觉得关卡生气的就是妈在瞧不起我，对对对，他觉得我们两个，对，我你可以瞧不起人，但不能太瞧不起人啊，新进销哦，没有进销、哦，你没有跌到，不然塞到你，还有什么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一千万亿补，一千万亿补助，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哦、喔。一千万亿补的话，你先开个那个好了。哎、欸，死车局，死车局是会，你先开死车局好了。哦，好，然后再加潘朵拉。哎、欸，我被炸住了。加潘朵拉。随便点。然后好，哎、欸，可是你这边新珠不够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？潘朵拉的话，它都兼具心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心没有兼具心。哦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消这个一组暗好了，它补很多很多，但你消一组星，它就是补一组星。对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看能不能把星珠拉去旁边，塞到旁边去了。那你就尽量中间都是消属性珠这样子。可以。好消。OK。OK 啊，这样子应该有一千万吧？七百而已，一次就要一千万，要一千万。哇！那这边的话呢，开妲己好了，妲己的二 G， 然后再加盒子，这门到底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对，就是会越来越多，但是还好啦，没事，还好，我觉得这次应该就可以带走了。行，有没有办法叠的？哦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，哎、欸，水珠可以两组，水珠可以两组，哎、欸，对，这样。可以吗？
可以，三百多万，所以加起来720，可以，刚好，刚好，刚好压线，不然他就会连击哦。哦，他连击是不是？哦，他连敲两下，多一颗风化流的他就会打你，他连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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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这个不能消火，这边的话就是不能消火，然后就这样吗？对，就不能消火。可是他会蛮烧的，其实你可以开那个。哦，快死定了！我这样怎么出去？不用出去了，就这样，先把火烧掉。其实可以开打，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应该就挂了。真的吗？好硬哦、喔！好硬哦、喔！精算师失败了。我想一下啊、喔，等一下，开翡翠，开翡翠，对，开翡翠。然后要牌吗？要开打几牌？你可以开打几吗？你要开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开。接下来也要用吗？接下来的话会还用不到，还用不到。那看一下哦、喔。你可以开打几，或者是你开关翡翠，关翡翠炸一下是不是？然后顺便回满血，回满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炸下来是一样的？一模一样哎、欸，是一样吗？哎、欸，一模一样哎、欸，好像、欸、没有一样啊，只是版面，只是火柱刚好是一样的位置，三个火柱一样，超扯的。太神奇了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样啊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四个位置是一樣，对对对，左边是一样的，这四颗是一样的，蛮巧的、嗯。好吧，那就紧牌，紧牌啊。反正至少满血，排起来压力不会那么大。对对对对对，看一下，火珠不能消。右边的可以拉出来。右边的可以拉啊，其实不用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样好，这个拉下来。新珠可以拉到这个暗珠这里。新珠拉到暗珠这里，在这里。这样吗？这边有一个拉。哦，对吼，应该是打的死。来，OK， 打死。从第一个版本讲到现在、啊，妲己是神卡、啊，从来没有神卡、啊，而且他 CD 又超短的。这边第一关的话，他是命悬一线，然后把你的回复力减到剩5%，可是对他来说是没有影响。哎、哦欸，这黑白你这边你就正常转就 好，不行吗？可以开盒子，我就是要这样子，应该更简单了吧？对，嗯，对，这样选择变少。哎、欸，你有近视吗？有，我近视超深的，我们全家近视都我大概快1000。啊，所以你是戴隐形眼镜？对，我现在戴隐形。啊，你有想要去做那个，那叫什么？欸、雷射。对对对，我不敢。我有收到那个业配，可是、啊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但是我不太敢去，因为他那个是医美的，他不是专门那种眼镜的。医美。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，医美的跟那种专门在做眼睛的，那个会有差，有差。对，而且其实它有好几种方式，有一种是削你角，然后有一种就是打雷射、嗯，反正就是。我不太敢，因为你肚子越深，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嘛。那、啊、你几度？我200-300吧。那你我是散光比较重。对，那你其实说，对，我们要谢谢蒙蔽你双眼的一笔，谢谢。打一打，老师开始打到聊天了，糟糕了。所以这一关其实我是要磨到它基本上三回合，这是就等三回合。那其实。西蒙复制一张，对，复制一张，不用转那么多嘛。对啦，应该打的转个2-3C 就一定可以满的。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很想，因为我很爱冲浪，我很爱潜水、嗯，就是很爱水上运动，所以我之前有很阳光啊，不是我们这种死宅男、啊。没有啦，我平常工作也是个死宅男。我是有在打篮球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灌篮高手、啊。敢的。没有啦，我真的平常有时候跟丁丁他们半夜会去打球。真的、喔，真的，丁磊住附近吗？他之后搬家，他之后也买搬家新家是在林口那边、啊。是哦、喔，你会打篮球吗？我会啊，我会啊，稍微啦，没有很厉害。我们都会去那个新生打新生公园、欸，新生很强哎、欸。我们打那种半夜的，我们自转。哦，那小圈圈，那下次找去。我说白天的不要太强了，那个会死掉。好，我们都自己跟自己，我们就运动而已啦，没有说一定要打什么斗牛。那下次我、欸，我们都那么年纪那么大了，还跟人家斗牛，人家打到一个住院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街头篮球都很出彩，如果哪一天去斗牛的话，我一定是我那个礼拜不想出片，然后我想受伤。这边不能受伤。那我下次再，那你对冲浪有兴趣吗？没有，好吧。我对水上的还好，真的、喔。哦、嗯、可是就我们布比尔姐姐喜欢啊，对，布比尔姐姐喜欢。我们刚刚跟布比的姐姐其实聊蛮多的、啊，就是我们都有蛮多共同的，也是潜水了嘛。而且很巧，学校对对，还同一个学校，我们一样都是桃园名传。但你知道我今天去名传讲课，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那个
在那个海边有没有，所以就喝了很多海水啊，就是呛到或什么东西，就是多少会有一点。然后我就声音就一整天都很沙，然后我今天一个华丽的大破音，你说在演讲的时候，对，然后还会有影片吗？啊，会有 vlog 吗？不会啊，原本要录，但是因为那个老师没有按，然后我请老原本老师要录，因为他们要做存档，扣薪水啊，他薪水不是很决定，反正是一个华丽的大破音，你知道，而且我那时候在讲。开翡翠，哦，开翡翠，哦，开那个音速也可以开啊，音速，好好，音速也可以开。哎，那时候我其实在讲一个很严肃的东西，因为我其实演讲，因为其实我本身算是一个挺会演讲的，我有三份工作是内勤讲师，然后我算是一个会讲课的人，所以我讲课其实会比较严肃一点。然后那时候我讲一个很严肃的东西，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好像什么 YouTube 转行之后，你真的觉得 YouTube 有办法很顺利的转型吗？这样的，这样的一句话，然后你知道。然后就大破音，哎、欸，你模仿的蛮那个哎，蛮像的。对啊，就是，然后就很尬。哎呀，这是，我看一下，暗进销，暗进销哦。对，然后你这边的话，应该就是把暗珠塞进去左右边，然后直接转，应该伤害就打死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像可以哦。哦，健康哦，打几、欸？可以打几？直接开打几吗？直接开打几？打几加那个叫什么？加那个盒子啊、哦，盒子开了，这样子。好，第一排出就好了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打几这么好用啊？好用。下一关我先帮你看下一关。好。哎、欸，还有下一关有什么多？有第三条血。看，还有第三条血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最强化。好，那就好了。好，你有时候会破音哦、喔？为什么我之前都没看過？因为我们实况要一直讲话、啊，有时候讲一讲就是有点开始烧钱，而且我要做效果都要比较大声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这边重点来了。好，欸、好像重点蛮多的。开潘朵拉，潘朵拉点木，好，然后水强化拼进去，水强好，水强化拼进去。哎、欸，这边其实有点运气，他如果拼图拼在。左右边两边我就没办法了，就惨了，因为他又回复归零，而且他是无视那个，他回复归零哦。哦哟，所以这边的话，你技能可以这个也可以看一看啊。然后打完开龙科，好，应该就过了。到最后一条血，水珠塞进去哦。好，最后一条血。哎、欸，漂亮哎、欸！再漂亮一点，可以，再漂亮一点，加龙科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加龙科，漂亮漂亮。哦，太漂亮了呢，漂亮漂亮。呵呵。太漂亮了！哦，这个血量是大概四亿啦，大概四亿。六千分，超烂，超级烂！哎，真的，我真的没办法反驳，真的烂。OK， 我就一直玩的再烂都有办法过。对啊，太强了！这边工伤，这边工伤。可是你不算烂吧？你这不算烂啊！这边工伤，这边工伤。不要跟女将比，女将有其他东西嘛？我们没有女将的专业，不是在打游戏啊。你下次叫我去走台步，看看我直接摔死在上面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能想象我去电玩展，然后这样？那你有去过电玩展吗？我没有去过哎、欸。哦。你会、欸？可是像你的频道会有工伤吗？电玩展？我不会、欸，跟电玩都无关。对啊，但是会有一些游戏厂商来找我们业配。对啊，你都会去吗？我都会去。那下次一起去啊。好，你是我应该是每天都会去啊。你是公关票吗？就是，哎、欸，我就是去工作的啊，哦、就是拿那种工作证。哦。100%，哎，98%，哎，98%，你是不是有某个关卡没打啊？不是那个、啊，也、欸、是这个啊，对啊，是这个。你是不是有某个关卡没打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98%、啊？我很认真的。那你就回去再找看看哪边没打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差不多。